我在这芦荟24年领40八天，最近评论区的人经常在问芦荟怎么吃。来，大家看啊、哦，这就是库拉索芦荟的叶片啊、哦，就是这样啊、哦，直接这样吃啊、哦。两边的吃相剥开嘛啊、哦，看一看啊、哦。库拉索芦荟领教啊，2008年的时候啊、哦，五部委认定芦荟是可以。 新资源食品啊，库拉索芦荟领教啊，大家看啊，这都是成熟的芦荟啊，它的胶质啊什么都很亮丑啊。看一下啊，我就这样在这边直接剥嘛，因为没有那个桌子啊什么这样，没有一个字典的话是有点不好剥啊。看一下啊，就直接这样吃。 吃完了这一些，如果喜欢涂头发，都可以看啊、哦。头发的话会有阴影的啊、哦，也可以洗脸的啊、哦。